那我也开咯。开，我也开，开开看。哦，不对，嗯，游戏截取错误。它是冒险模式吗？嗯，对，它不能打方块。好，开台看看我的直播连线如何。开，绿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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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好，都是绿灯，好，可以开台了。开心又快乐，然后我忘记开聊天室，哭哭哦。聊天室，对啊，检查一下聊天室有没有显示在屏幕上，不然到时候观众打字都没有讯息。嗯，没关系啦。然后我觉得怕测试 ，test test 啊啊耶啊啊！你们在啊什么东西啊？有人偷打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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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打架啊啊几点几版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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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QR code 都扫不好，啊，看不到。哦、我现在已经扫出心得了，现在斜个45度、60度都扫得到。嗯，我都随便扫，它就扫到啦、啊。对，我已经扫出心得了。你在扫什么东西？有声音吗？有，没有？哎，安安，哎，感谢棒棒糖。嗯，我开个麦快。好啊，好，你不开Minecraft 没办法玩啊。我刚刚都开启 NoLive， 我准备要看台，就突然被转过来。哎呀，但你可以边看台一边玩啊。不行了，电脑会爆炸了。你不至于吧？嗯，爸爸那爸爸，电力，你运怎么那么奇怪？啊啊！我变骨头轮了、欸、我在外面啊他重生点有问题耶、yeah, 没关系回来了奇怪的重生点来了来了啊等我一下我要重开一下我们在等 1.13 哦我的网路爆炸了我要重开一下等我一下 1.13.1 你们先开始先开始我重开网路好想你，不是啊、好想你，我就先开场，先开场，好想你我就先开始一场。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嗯，阿平没有吗、嗯？真的假的？有啊，感谢我们变了饭团的马铃薯，还是他自己把你这个兔窝给砍掉了。哦，还蛮有上线诶、欸，要不然有啊，有啊，他自己不知道，进来了，进来了，他故意把你这砍掉了呢，这边说啊，我没有，我被霸凌，对被霸凌了，被霸凌，没有没有，我不知道在刚谁偷摸我一下，没有人摸你啊，没有人、哦，我被打下来了。没有人摸你啊！没有人，没有我们 TP 啊，没有刚刚 TP， 刚集体 TP， 不，我刚在水上面哦，是不是你？啊，我说集体 TP 啊！哦，又 TP 传送七个死敌，哎、嗯，嗯，你看他重生点有问题啊，有用啊，我在水里，这个版本可以，啊哦，这版本可以游泳、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1.13，嗯嗯，啊，耶。小雨送南瓜，对吧、啊？还、啊、有行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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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物变了。今天礼物全部变成那个了。万圣节，万圣节，万圣节快乐，万圣节快乐，万圣节快乐。万圣节快乐，没有，不是、啊、还没啦。我想说应该还没吧。他只是先过，对，没有、啊，我们角色都变了。嗯，没事。先讲嘛，我按到我的问题吗？哎呀，允愿。好，那、嗯、我一开始看到我也很吓，真的是老影院，对啊，可以啦，节日还没到嘛，快呀，看不出，快看不出，快呀、啊，要多久？感谢小雨的门票，快开好了，感谢，感谢南瓜，日安，哦，有声音了，有声音了，哦。
OK， 不电电。嗯，没有电电了。我到了，欢迎回来。打了，欢迎回家。哇，现在都好奇怪的礼物哦。嗯，你是说别人吗？有啊，有礼物就没有。这时候你要说新的礼物有哪下？不太清楚哎，可以告诉我吗？我不太懂哎。你小雨告诉我们，那人没到还这边送你嘛？一个一个来。我刚刚懂了一个南瓜，但我觉得你们我现在还在暖机状态啊，所以讲话比较小声。我觉得那个什么飞上外太空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哎、欸。飞上外太空，你说那个竹子吧？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哎、欸。哦，就有点感冒还没。越讲越大，各种笑。那是什么礼物嘞、哦？没有，讲真的，每个都按一下，体谅一下，每个都按一下哦。因为他们毕竟是、啊、最大牌的口爷布拉哥，口爷啊，我的麦克风快崩溃了。哦，没关系，我们等你、哦、第二次玩。嗯，来，这个是怪物公司 1.13 汉化版了。哎、欸，泽平，你快快来聆听吧。上一次我们玩有一些 bug 啊，但是都已经、嗯。结束掉了，好不好？ Yeah! 没有问题。对，应该都可以自由的去游玩。那唯一一点就是上一次有攻太 OP 的现象，就是攻可以直接射对方，那我们就禁止攻射对方，因为这个人用禁止的。哦，这个还没，他没有把它修掉就对了。因为要修就只能把攻给拿掉啦。也是、啊，可是、嗯、也是。我们想说攻又可以来射怪物，就是禁止用攻去射敌对的。OK。好想你，除此之外呢，就是都跟之前一样。是真的真的好想你。Okay, 啊、有一些上次没有玩的，它更新主要就是它的材质跟彩元素都可以升级。嗯嗯，对，它过往材质不能升、嗯，只能靠奴隶。它现在材质的地方也可以升级。嗯，然后元素的部分就直接四个元素，而且它就只要直直走，不像过往还要那个。跳来跳去啊，走来走去很麻烦。现在都统一，都只要直直往前走。那前四个阶段、嗯，它升级都可以升六个阶段。前四个阶段都是用纸来升级。那元素的部分后两个阶段，第五跟第六就是要用该元素来升级。嗯，对。啊，你升级到六等的话，你踩一次就会有六个。哦哦，没错。那除此之外。其他玩了就知道啊，好，它怪物的部分就会有很多 1.13 的，应该说从因为那时候是 1.8 的嘛，对，嗯、有 1.12、嗯、1.13 各种有各种的怪物，通通有，新怪物都有加进去，所以可能会拿，嗯，沉思也有，而且它的沉思是直接拿三叉戟的。哦我操，好凶哦！夜魅也有，夜魅也有。它有一些一点比较新版的怪物，它就只要耗子，比方说幻魔者、嗯、味道士，哦，那些都是只耗子，而且它会有等级的差别，等级最高，它的那个、嗯、那个味道士超会有光，对，还会发光，光对，都可以去体验看看。然后装备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嗯、就是它的装备在。等一下进去最右边，它的装备有一个是附魔的，对，就是它是使用纸跟某些元素就可以拥有附魔的钻石装，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它的附魔的钻石装有一些额外的加成能力。好，对，好，大体上就是这样啦。有谁不会玩吗？我玩了就知道，玩了就知道，可玩了就知道。那就来分队咯，他现在有，他不是说可以随机分队吗？有设定房在哪里？在这里设定房这边。设定房，就一个徐创造。我出去了，我出去了。Tape 就是好大声。Tape 可以选择吧？好大声。你们要选择什么？还是显示纸张好了？因为它最原始 Tape 就是显示纸张。我们好啊，好啊，好啊，好。对，把死亡讯息开启咯。他上次有问题，就是死亡讯息没开，耶！所以你的怪物蛋想要命名什么都可以，太好了，我要乱命名了，我要随便乱命名了，太好了。那就来随机分，随机分，好大声哦！哎，为什么？等一下，来多一个人，好可怜哦！等一下，为什么？没有啊。
好痛，你们吵死了，有问题啊！吓死了，我觉得好棒啊！吵死了，我把麦克风声音关小，好大声啊！我再点一次看他会怎样，好棒啊！这个不行。好棒哦！不行，不行。我怎么觉得他都有四分啊？那个我们可不用抽的就好了，不用抽的啦，用抽的就好了。还是用抽的啊？还是用抽的吗？每次要伤害耳朵。这个作者啊，看到了没？有问题啊，开始就有问题啊。作者 no good， no good， no good， 然后自己抽自己抽，由上往下。好，好，好，我抽，抽不可以下吗？不到，紫色。抽绿色，原来那是陨月啊！对，绿的，繁星是绿的。阿基，我刚刚我在偷看他修 bug 是不是？那我们来修，修，我来了。好，那你抽绿的，绿的耶！绿色好玩，阿基离开游戏。我觉得我觉得材质包，就是全面。杰克抽了吗？还没。抽紫色的，难过。团来给过啊！完了。绿色，绿色，还有三条都紫色吗？没有吧，其他都紫色。难过，难过，哪个来啊？对，好。我们紫色组还四个人。啊，好痛！无论我都已经的，一宝石度会满吗？哎，对，好像不会，要补一下。应该会吧？上一次好像没有的样子，我有点忘了。那就给大家保险起见。好，好。保湿度效果。哦哟，吃饱，那就分开喽，自己好好加油。好，要下楼了。下楼，你也不用动，也不用动，你也不用动。哦，你那样子好不习惯哦。所以哇，你自己改实境就可以哦。演自己都可以。我的脸是一样的。我脸也一样啊。我脸也只是比较下面啊。我只是戴了一个面具而已嘛，怎么这样子啊？才子。这音乐都快不出来了。我只是戴了一个比较大的面具而已啊。我没看到你在动哎。我没看到哎，要重进一下。重登一下。对，上次就有这个 bug。这是小 bug。哦，看到我们这个就是材质，你们在动了。对，他们好快就升级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升级一下？一拳去踩隔壁，好，去哪升？你升了吗？我方箱子升，纸张我方箱子，给我，哦，只给你吗？给你，哇，四阶了，哇，太扯了，他们是谁啊？给你，升，放，太快了吧？他们太快了，怎么可能这么快？不可能！你们这个手速，我不相信！我不信啊！阿基这里，你们缺乏运动吗？有人还没放吗？赶快放到箱子里面。什么？三阶。啊，不是吧？他把凋零那个修掉了。你说前面的凋零吗？变花朵，他变一朵花了。四阶了，有五阶吗？侦测在谁那？是不是？他是奇怪。五阶了，有了，还是有队长效果吗？哦，有了，哎，那不用了，有，那坐标没有弄好，就不用踩了，坐标一样没调好，还是要踩啦，因为怪物六阶吧，靠这个，有六阶吗？哎，有哎，他记这里，两组，我这里有一组，可是说实在，他扣的没纸没那么多，只是不知道在哪里侦测，为什么没按那么多下没有那个，还是队长又是队长系统，又队长哦，不知道哎，我们六阶的吗？六阶了吧？还没，大家身上都带一点纸吧？看哪一个人会被侦测到。繁星来点点看看是不是神选之人啊？你身上带个两组纸，两组纸都点看看。吸那个纸，然后点点看。没有。是。我刚点也没有啊。大家都身上都带着吧？嗯，我带个，我身上带个五组。好，五组一定有了。他们是不是想放怪物了？空气原料，有人开始要，他们在生成。哎，对啊，我们是不是也去有一些人去采一些其他原料？我去买个奴隶好了，先把奴隶买起来吧。好。你知道你六阶了没啊？这点才科技。嗯，还没。
六阶六阶，所以是谁被扣了？我刚刚被扣光了。哦，那是一拳。啊，是我。我们要先是什么材料啊？还有个很 OP 的剑，那个是